今年是2023年，唐公今年是马祖坡1058的生日。在台中市沙公区的沙中宫，就办了过一排场的祝寿仪式。一路向前，每带灯花同果子来到马祖坡做生日。每逢每准备的书面和家书托，为本民众来祈平安。天前的信众徛乡，就是年年头敬拜妈祖婆。所罗关注台中市咖啡会主委刘凡基做主祭官，用传统土糕的口音向妈祖婆祝寿。你说讲，总啊，大部分总啊看人，但是呢，对个妈祖婆呢，非常的信心吼。啊，不管吉比啊妈祖山，也讲过，因当年呢，啊，太年初三呢，要来请妈祖婆出寿。当朝从高雄乡分过来，缘分啊，咱从乡已经50多年啊，后来再建江已经40多年啊。土石公金仙面半山牌石中宫，是民国55年对甲义县东石乡的公孝宫各乡土石公来服侍。虽然无抢牌的宫庙有几百年历史，但是乡亲十分虔诚敬妈祖婆。啊，那老乡亲十分多，从来帮忙，真甜呢。石中宫的神门吼，古来古真狠。即讲李太子爷庙，阿舅王李玉秀关圣帝君，阿金仙庙呢是就这这拜八公，因两个即因石中宫吼都妈祖婆托，金仙庙金仙帝啦，阿跟下个就三富王爷，阿土牛就三林国王，所以讲石中宫的宗教信仰众多。虽然石中宫奇妙都连满将四中安年，但是李登辉总统投入内院时，还是替片义工上香，未算方便。看到缺少公乡亲，尤其尊敬妈祖婆，所以今年就拜给妈祖上乡亲，做好某种虔诚的心来祝寿。客家新闻李新龙台中报道。